你这礼拜拢无洗身躯吼，俺衫拢无换哦，无啥哦。上星期才帮翁伯伯洗澡的志工，发现他这几天又没洗澡了。志工来带他办理安养院入住前的健检，再帮他打理清爽。穿好干净衣服要出门时，翁伯伯又说健保卡不见了，志工便寻不着，带着他去重办。安详啊！折腾半天，来到台北慈济医院时已是中午时间。70岁的翁伯伯妻离子散后意志消沉，志工访视多次帮他清扫家里、洗澡，但总是没多久又恢复原状。他有没有家属，或者是说没有，都没有。这是我们的关照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看你们在聊，我就知道。来，阿伯，咱手捏安，电摇安，电摇安。有迄糖尿病加迄落高血压，阮高血压甲请医师甲佫甲你开药啊，安尼好无？好啦，坐好哦。志工陪着翁伯伯一路做完所有检查，希望老人家住进安养院后身心安顿。如家人的爱不一定要血缘至亲。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曾慧慈、陈玉灿台北报道。